也太浪漫了吧！里面的徐丹还有影视里超正的，而且我也好想被李正赫紧紧拥在怀里哦。尤其现在疫情的关系，老是戴着口罩，也不敢到沙龙里整理头发了。现在有了 Dyson L-Wrap， 让你在家中也能轻松变成影视里。那我现在要来试徐丹那种霸气百货千金的发型。使用我们的软质顺发梳，从发髻周围开始，以立字形的方式将头发吹干。发梳的气流可以完全的贴近头皮，更有效的调整毛流的方向，并且达到吹蓬的效果。那接下来呢，从我们的发根开始，由上向下缓慢的梳理，让气流经过我们每一根发丝进行吹干。哇哦，你看头发变得非常有光泽，非常的柔顺。要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蓬松，可以使用我们的圆形风发梳来进行加强，分两公分宽的发束，将我们的梳子放进我们头发的内侧，加热大约3秒钟、1秒钟的冷却，放下来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发根变得特别的蓬松喽。如果希望我们的发尾有一点点内扣的发型，将我们的头发放进我们梳子外侧，由上向下缓慢的梳理，到发尾的地方向上卷一圈，加热5秒钟，大约3秒钟的冷却定型，再把我们的梳子放下，我们的卷度就完成喽。气质满分的徐丹发型，这样就完成喽。本来的影视里是那种霸气女总裁精明的样子，自从谈了恋爱，整个人都变得很温柔耶。女总裁变成小女人，重点就在于发型啊！只要在你的长直发上加上温柔的卷度，就立刻非常有恋爱感哦。老师，那卷度要怎么做啊？因为我超怕被电棒烫到头的。别担心 ，Dyson L-Wrap 轻松又安全，5秒钟就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个卷哦。那在家中啊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小发夹，在我们的头发简单的做上下分区。我们使用40mm 的发卷，取出适量的发束，将发束留发尾大约10公分的长度，放在箭头图形的位置，开机。加热大约5秒钟的时间，向上推一件冷风，冷风定型后关机，直立式的方式取下造型器，卷度就完成喽。温柔婉约的浪漫大卷，这样就完成喽。有一集影视里跑到了北韩，烫了一个快走吧发型，看久了其实好像也很时尚，一点也不土气耶。那这个发型的重点是什么啊？重点就在于向外翻的卷度啊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使用 30mm 的发卷来做出丰厚的卷度造型。 30mm 的发卷，两侧的头发使用发卷以直立的方式往发根靠近进行吹干，顶部区的头发需将发卷移向后45度的斜角进行塑形，可强化外翻的造型。完成塑形后，向上推一件冷风来做冷却定型，关机，直立式的方式放下机器，这就是经典的卷发造型，